人除了要吃得饱之外呢，头发也要吃得好，就得要来这里 Jonsson Protein。Pornsak， 你的头皮阻塞蛮严重的，这样会导致你的头发不能生长。不用担心，我会帮你补充不足够的蛋白质。我们吃的蛋白质会先被身体其他器官吸收，不一定可以输送到头发。哦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为头发吃蛋白质。之前跟之后那么大的差别，没错。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，头发可以长得更快、更浓密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我们的顾客，头皮层都恢复了健康，恢复浓密的秀发。快来喂饱你的头发！